睡眠不足，皮肤暗沉。啊，这款当袂歹，谢谢你。啊，不过这会当哦改善皮肤干裂。啊，不过重要是哦，爱紧致，会当消除你脸上的皱纹。我皮肤搞就歹。预防胜于治疗啊！啊，我看哦，规气车管哦，会当做一解解决所有问题的面膜啊。您好，刚刷替你介绍。唔免啦，我家己看。哦，好。啊，你好，小姐，就问一下，恁家的面膜倒一款卖了上好？第一款。啊，这差不多拢几岁人买？差不多二十几岁。哦，哎，我了解，多谢。没啦。啊，不过我感觉哦，这拢无适合你。无适合我。你的意思是讲，因为年岁大，无啥用，恁少年才买咱用的面膜是无？拜托，我唔是迄个意思啦，我的意思是讲哦，这虽然卖了上好，啊，不过你看伊介绍，这上俗的呢。以你即卖身份，哪会当用这款上物啊？你个好意思讲你做行销的，贵嘛无一定较好。啊，不过俗的都一定唔是上好啊。我不要跟你讲啊，咱分开看。早就跟你讲，你也要叫我买。皮肤明明就这好啊，都会暗沉。其实你皮肤是袂歹，唔捌用过的面膜，若是朋友介绍，你敢会愿试看卖？会啊。那呢，你平常时爱买面膜，拢会注意啥？价格。多谢你。请问你敢有固定在使用面膜？哦，有啊有啊。那呢，你感觉你会当接受的价钱差不多是偌济？差不多300到500之间。嗯，多谢你。不会。啊，结账。哦，好。这不是我的呢。你女朋友摕来的啊？伊不是我女朋友啦，啊，不过伊比我有钱，伊会付钱啊。哦。哦，就快钱。啊，你在找啥？收下，拍摄店发票。就问这哦，恁家敢有卖清汤哈？无呢，对面便利商店应该有啦。麻烦你替我买一箱。饭在家啦，坐下。喂喂，哎，多谢你啊。你拄只就甲伊讲，我唔是你的女朋友就好啊，讲遮尔济要创啥？这款代志哦，当然要解释予清楚啊。差像我进前哦，你才去予谁误会？你敢知？你讲感觉足无爽快。你真正是好巧，迄背包的代志我已经安尼过去了，你敢有需要去甲即嘛？当有。好，无我请你食饭，算是正式道歉感言。咱真罕咧有同款的想法咯。啊！你想要啥？对啦，千托三百哦。啊！我输你过。啊！你不是讲要请我吃饭？我请你啊。
一边啦。哎，等我啦！老哥。哦，成功，最近也无看你。对啊，啊，都最近较无闲啦。这个娶来查囡仔较水哦。你莫我白讲啦，伊是我的厝边叫加分，以后嘛常常来甲你交关啦。加分成功，哦，阿爸你一定来呢。好啦，我打面。好。你坐下，大家聊。嗯。快休息来，先生。你莫听头家在胡白讲，我这人哦就洁身自爱。是洁身自爱，还是行情歹？我是涨停板，行情好甲破表，只会当哦暂停交易尔。不守信金哦。好啦，你先坐，我来切一挂小菜。吃，不然我要把手机收起来了。我要找阿妈，我要找阿妈，阿妈就让我看手机。微信你赶快吃，我就让你看手机。阿妈就让我吃笑话。乖乖，吃完我们再去再看手机。那是讲囡仔跟阿妈较亲，啊，归去就留在阿妈遐，莫勉强家带在身躯边，安尼囡仔咪无快乐啊。先吃，好早了吗？好吧，那你先吃哦。快点，先吃，先吃，乖乖。我要吃。赶快吃，赶快吃。这样。哎，哎，你先上前来，恭喜恭喜啦！恁家。我啦。大米哦，一碗煲汤，一碗午餐。哦，来，多谢啊。阿米娘，今日无食餐啊？我唔知啊，安怎样？无代志。来啊！较早唔知啊，今物知啊，注意食啦。天车，看我要不要火进去哦？喂，副总，后日要去面膜工厂出差，啊，当然无问题啊。我即摆咧食物件，拄则去做一寡试调，我甲成功咧食面。连食面嘛爱报备，你果然是副总迄边的人。多谢副总。车主后日去中部出差两天，去面膜工厂买去一挂门市看卖，啊，我等一下回去会宣布，你再准备一下。欧巴。